作的，我们会给平台创作出好的作品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拍摄当中安安全全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当然，我们还是会好好创作的，我们会给平台创作出好的作品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拍摄当中安安全全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好，谢谢杨总。下面呢，我请出昨天的昭林呢，在开机宴上呢给大家讲了今天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沦为双生恋人的那一天，再回不到最初的遇见。世人都只想爱错过难以成全。快努力下，今天我们能够顺利开机，真的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在大家的一块的努力下，今天我们能够顺利开机了，感谢大家。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全剧组的同仁们，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呢举行双世宠妃三的开机仪式。今天呢应该是特别感谢天童影视工作室总经理、制片人赵总，总制片人赵总，因为他们在百忙之中赶到这里，真的感谢他们，谢谢他们。一半，二半，三半，看什么？我已经喊了两下了，我上去都上来了。那我昨天上了。看什么？我也是。好比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。